我真的很希望你们买不给我走，不然我真的我那边我去看电视吧，然后把有些是要双飞，有些很是哪个 college 你要吃全部都是一个哦，就是那个 Harry Potter 哦。那我家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知道，我们都知道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看，我记得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大家就带你去一个 magical 的世界。Mr. Bin 是我们这里的校友哦，他在这里读 engineering。我们世界上第一个那个 server 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这次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多一点点默契点啊。我们这次要去英国伦敦那边啦。这次为什么会要去英国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开了一间学院，就是专门做高等教育的。我一直很想做好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高等教育做好。所以呢，这次我就特地飞去英国看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这次我也特地在牛津的时候约了那些在马来西亚读书的学生。我会去采访他们，去跟他们了解到底在牛津读书的体验是怎样的。那我们这次就等下要坐13个小时的飞机，真的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做好准备，我睡觉吧。我很难睡，然后到那边又有时差。我们 OK， 所以我这次会去一个9天这样子啦。OK。我跟你讲，这次本来你啊那个也多话。喝东西喝到一半，就有人来，来给我拍照，是吧？哪里都会遇到人。粉丝。Oh my god， train 不能用，要坐吧。OK， 登机啦。我们 landed 啦，有没有很期待啊？还好啊，还没看到，大家看了才讲啊。哟，我们终于出来看到英国的景啦！我刚刚讲，这里好英国、哦，这里就是英国啊！你看，跟我朋友形容的天气阴阴的，一样的。The next morning， 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昨天9点多早就睡了，可是昨晚我睡得不是很好，一睡又醒，又睡又醒。时差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很早醒，7点就要醒，8点就要出发了，因为我们要去牛津啦。我这边去到牛津要2个小时，我已经跟那边的学生约好了，我们10点会到。来，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要去牛津啦。今天特别冷啊，很冷，我们去买一个早餐就去啦，耶！这个是我的早餐，这个是我老婆的早餐。我是收是有理由的。哎，我平常是早餐。耶、yeah, ，我们坐了2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到了 Oxford， 它那边有写着 City of Learning and Culture。Hello， 哇，你们那么多人啊，你们？就是 Oxford 有44个 college。OK。然后 Undergrad college 在 Oxford， 然后我们 admission 的时候，就是我们 apply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 apply to college， 我们不是 apply to uni。OK。然后是 college 做那个 admission， 所以 college 是 interview 我们 ，college 是给我们做 test。然后看我们的 personal statement， 那些全部都是 college 做，你理不管的。然后之后我们进到 college 过后，我们就是住 college， 吃是吃 college， 读都是在 college， 生活都是在 college， 只有说我们可能说 lecture 或者是 lab practicals 那些是全部人一起在 department 或者是在 examination student。什么是 tutorial？ 就是我们 Oxford 跟 Cambridge 都有啦，我们自己叫 tutorial， 然后它是一个 1-2 或者 1-3 的一个 small group。补习这样子啦，所以说每个时期我们可能每一科可能有一次 tutorial，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 tutorial sheet， 然后我们可能三个人，我的 college 是三个人，大家讨论到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除了 lecture 之外多加补习的时候。所以你们的 lecture 是在你们的 college 进行？不是，是在他们进行。你爸妈就是在 uni， 对 uni 的全部在那个地方。它会发生的情况是，比如说你在某某 college 读 business， 你也在某某 college 也有 offer business， 对，所以你们两个。去同一个地区上课，对，你上课哦，所以补习是跟着 college 的补习，可是上大课是跟你爸妈就是去到那个总部上课，对，通过 college 申请 ，everything 你们在 college 那边，然后可是你们上一课是总部上课，你爸妈叫总部啊，然后总部上课，然后补习 everything， 很多人在那边，好社会，还是也是这个学校 ，uni 呢？
全部人一样考生。这个要看怎样，就是 final 是你去一个地方，那全部人在那边考，但是每个 term 我们有那种我们叫 collection， 它就是大概 tracking test 这样，我们是在你自己 college 你一个老师给你先好几分。对，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department 叫 Side Business School， OK， MBA 的学生在这边， OK， 啊，就这样吧，我们从路边走出来就到了吧，这样子。他们 Master Students 会来这边上课，古希也是在这边上啊。OK， 这里就是历史的学院啊。平常他们没有来上课的。这个是以前 Boris 先生的。哦 ，Boris 先生的 college， OK OK。我们很好，就是有学生来真好，可以就还能进去里面参观。对，我觉得主要是可以看很多东西。对对对对对。我真的要怎么来吗？他没有，我来看来看到。可是大的 college 有比这个大几倍，是老鹰啊 ！Crashes， 哎，这边就是宿舍，对对对对，就那边是 admission area， 对，然后这边就是宿舍区，上面是 dining hall。可以买这么多 ？Oh my god！ 给学费时要包吃还是说？一般上面就是你拿多少付多少、啊、哦，所以也是一样，就自助餐的意思啊。对，但是很美的肯定吧。OK OK OK， 就是很美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肯定。这个就是这边最美的那个 Ivory 啦，然后这边是那个 Uni Church 啊。对对对。哇，这个门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嘛，后面那个像城堡样子，每一年只可以有七个学生。对，里面很空。Queen's College， 他想带你去。Oh, OK， 这是你的 College， OK。It's close to visitor， 可是可以 go to open to student。哇，你这样美的。哇。耶，他给我们进去，可是不会太久。哇。Queen's College。1341年建的，耶、okay. ，也算是很老啊。然后，对，墙壁也是那时候建的，你可以看很多 corrosion 的墙壁 ，corrosion， 对对对，风化了，就已经有很多洞了。对，但是这地上也是很不平，走路会滑倒。OK OK， 你们那个校徽的吗？是那个校徽什么、啊、什么？校徽代表什么、啊那个？你就是 Phoenix 吗？对吗？这是老鹰。哦，这是老鹰，我是老鹰哦 OK OK OK， 那这么穿个老鹰呢？我也不懂。所以这边是去哪里？这里是我们教堂。通常套内应该是可以进，如果没有那个手机的话，可是你去两个就知道校长在哪里上班。这样 ，OK， 这样。OK， 美校长看看一下。OK，interesting。这个是我们的图书馆。哦，是你们图书馆。我们有第一层，这个是 upper 上面的，中间是 lower， 然后我们有一个地底的，它是新的图书馆。哦。不要开玩笑，这样子又对上面那个是很老哦，就是平常是你可以上去读书，会黏黏，它地板会黏黏，然后它的书是不可以动的，因为是太老，你动了会化。打开的那个门，你要看书，你要申请，然后他会拿手套给你的话，要在一个房间里面这样看。新的弟弟的那个图书馆是前几年开的， okay. 就是我们通常都下去那边读书哦。Mm-hmm. 然后那间是 Mr. Bean 开的 ，Mr. Bean， Mr. Bean 是我们这里的校友哦， oh. 他在这里读 engineering， 然后他出去开搞电影。那个房间是我们叫 Bernard Lee Room， OK， 所以他是the founder of Worldwide Web， 就是哦，等等等等，哦 ，OK。我们世界上第一个那个 server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昨天才在这里读书的。哦，这里可以来这里读书的。OK。Internet 很快啦，是 OK 啦。哇，真的很酷耶！真的想到这条，你去这边。他去年有来我们这里给讲座，哦，有请他过来讲话。哇 ，interesting。这是你们的食堂。食堂怎么样？他这样食堂会有很多那个，他们会过很多经验。他国内学习不一样哦，以前在这里学习过的啊。出去就有油条。以前城堡式的建筑，这样看上去就是确实。就这个不是全是 also sorry， 在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英式啊，就是你要很难进到那个地方。OK， 一年七个人啊，我们自己是普通外面学生啊，外国人啊，什么都可以进。可以，这是 auditorium。我们的这里是花园，学生花园。啊，对，我们有 musical， 就这几天有那个晚上有音乐会什么，我们今晚会来这里哦，要回唱歌啊。这里基本上是一间宿舍哦， oh. 可是也是有些教授会坐在这里。OK， 这个是专门考试的一个地方。你要穿西装，你不想进去了。哇、要穿袍，对，要穿袍。还有一朵花在你的。对。为了考试特地买鲜花，不是？那是蛮。是，鲜花就是要去 market 那边买一个一朵花。对，我们要来这个最大的大学。哇！哇！这个好像迷宫样子，你们会这里是很厉害啊！那边是第二八，那边是 Botanic Gardens， 这边什么？对，好像这是植物花园，这边是那个花海，然后这边就是那个鹿，你看那个鹿，很悠闲的在那边。休息，这个是 Christ Church， 哇，这个很像真的像 Harry Potter 的地方哦。好，现在我们要去这个，今天刚刚好他 close for visiting， 不可以进，好惨啊！哈佛的学生，多么的秀啊！我们今天来刚好他们有那个 rolling 的这个比赛 qualifying 的那个 day， 真的是大家都好悠闲。我们逛了说一整个早上到下午差不多三四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累了，然后我们连续时间十二点。对的，好了嘞，所以我们就来跟那群马来西亚人，真的感谢他们，就带我们去逛了，然后我们赶紧进到里面去，我就买咖啡。我们 check in 好啦，要飞啦。耶、要回吉隆坡啦！ Yeah. 这次的英国之旅就是主要是来这个，我是来 Oxford 那边，主要是来 Oxford 做考察的东西的，然后有达到那个目的，觉得非常好。然后下一次带我老婆去走走看看，因为她没来过英国，所以有满意这次的英国的之旅吧。蛮好的，觉得英国人。对，我觉得来体验一次是 OK 的啦。如果叫我来第二次，我觉得还好。我可能会先去一些其他的巴黎、德国那种地方先啊，就是英国，我觉得它的学术、它的文化很好，可是这个不是我对它的文化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我就没有不想再来。可能我会去其他的欧洲的国家先，然后我觉得玩够了，我才会再来啦。可能五年。去年过才再来多一次啦，那么久，我觉得随缘啦，随缘啦，随缘啦，可以就这样啦，这边就 end 了我们的英国之旅啦，拜拜。